斥资千万出国拍台吧。准人妻林轩瑜加入天道飙戏，超豪华卡司全曝光，亚洲戏剧市场掀起一阵复仇暗黑剧。盘点目前正当红的戏剧都是复仇题材，而三立电视台为庆祝30周年大戏《天道》，该剧紧扣复仇题材。这部复仇爽剧除了有谢成均跟首次到三立拍摄的王振富之间的复仇角力之外，更有女力复仇与婆媳大战等让观众爽看的剧情。该剧《天道》结合大批八点档男神女神，豪华阵容曝光，网友也表示十分期待。三立制作最新八点档，耗资近2000万赴泰国拍摄外景，除了在剧情内容与制作规格提升之外，更有许多大场面的内容，绝对让观众看得耳目一新。而豪华阵容也随之曝光，除男主角谢成均外，更有苗可丽、谢成均、曾志熙、菊奴、王振富、陈佩琪、新慧、江国斌、岳红、陈千文、黄轩、林轩瑜、张明杰、王耿豪、邝明杰、林秀玲、陈婷、林建环、华千涵、黄玉荣、林云熙、李瑞生、卢彦泽、赖玉婷、张晴等人。其中谢成均担任男一的角色，除了刻意瘦身让体态回到最佳状态外，为了接新戏，谢成均从去年底就开始狂旅游，除了带妈妈旅游外，又去日本赏雪，紧接着和陈志强、曾志熙等好友赴东南亚旅游，展开报复性旅游。就因为接下天道男一角色，要全心投入拍摄，以一个身心健全的样貌和观众见面，而在玩乐的照片中也可以窥见谢成均苦练的好身材。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每天更新最新消息。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